上海12日版馬匠実、上海前市長陽遊院病一無効、上2021年4月12日0時20分在上海火山医院生世、進むことぶき68水。上海解放日報帰化新媒体、上刊新聞。12日18時発布消息賞、中国共産党的優秀党員、中性的共産主義戦士、第13届け全国政協上位、大事委員会副主任、中共上海市井原副書記、上海市原市長陽遊同士陰病一無効、上2021年4月12日0時20分在上海火山医院生世、享年68歳。中央社、上海12日電、不上海間中立ち背景的上刊新聞今晩賞実、上海前市長陽遊今天良心化せ、享年68歳。報道形容たため中共、優秀党員、中性的共産主義戦士、李族中共上海市機関法、解放日報、的、上刊新聞、今晩報道、賞実陽遊上良心0時20分在上海火山医院生世。政党日報やや早そび記述消息報道、使用有これ陰付き発心臓病話せ、巨漢語り歴、陽遊生上1953年、浙江杭州人、長期在上海在壁系統工作、担任一経医副主任、上海連和投資有限公司総ヘリ、和上海航空ただし時ながら職、陽遊上2001年で任上海市政府副秘書長、2003年任副市長、2012年で任中共上海市副書記。2015年上海受版、創業論壇、期間、陽遊総上海広告品館は台北市長下分鉄改面。陽遊上2017年卸人上海市長後、波見幸江拓民、主要期、大きく、陳良宇、ハンジョン島前行く人市長、増田明一書記。同年転任中国全国人大財政経済委員会副主任委員、2018年再転任中国全国政協外事委員会副主任。